爸，你好，你好，对不对嘛？我把你那个东西的人，他到他买的他们呢？我家里有小老虎、小跟老，没有资金了。家里面小跟老，没资金。哎，到十一了，把东西我都看一下。到十一个，你自己到十一了吗？不回家给你倒的啦？不回家，现在也是给租本去了，这也可以租好本去，再以后再交啊。哦，是这样子啊？哦，这里面是吧？哦，这么多啊？看一下。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我烧十多年的，你在书里烧的。哦，你自己烧锅的，哦，这里哦，哎，这么多，这个三百硬啊，这里是一堆呀、啊，五件、啊、这么多，您是自己搞个房，搞一条路进去？哎，对，搞到山里面。搞到山里面搞那个羊中间还是怎么了？羊出去。哦，那不错。现在是缺少资金。是啊。没办法，逼着你把这些宝贝。这个也是那个朋友家买的。你是朋友家买的。这个。嗯，好，这个都是朋友家以前淘来的。哎，对对。十多年以前淘来的是吧？十多年了。这是藤的啊。嗯，藤的香浓。这下面是什么字？靴德楼，这是个靴德。靴德年制。靴德楼就是可能民国早民国时期仿那个靴德仿那个清末那个靴藤年间的啊。这个我也不那么懂，反正你是以前淘的，这个很重啊。那个时候都买了几万呢。那个时候几万，那我现在出不了那么高嘞，因为现在是行情不怎么好啊，行情不怎么好就出不了那么高。现在的话什么生意都不好做。也是那个跟受那个疫情啊，就是我们搞古玩的也是受疫情很大的影响。我是首先告诉您，我肯定是出不了这么高的价钱啊。这里大还是蛮大，应该这个都是有一两三斤重。我称一下，看我那个秤子称得起不？对，有一两斤多，两斤三两三四两去了。这里是二公分啊，它的长尺宽也有八公分，下面这里的话就有九公分十公分去了。这个是包胶，还是很醇厚的啊，年代是东西是老东西，大概八九十年吧，应该是大八九十年。如果是靴德年制，应该是这样读的，那个解体繁体字是从这边读的，但是顺体读的话应该是解放初期啊，那个民国末期解放初期仿那个靴德年间的那个清代靴德年间的。这个是个三宝印啊，就是那个道教文化的一个三宝印。这个是一个民俗东西了，很普通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一块玉是吧？这是一块和田玉对不？对，这是一个和田玉灵兽，灵兽就是它的寓意代象征着那个吉祥如意。这也是农民用的那个耕耘啊，然后保农民一方平安，风调雨顺，就是这个寓意啊。这个玉的话，这个玉还是保存的相当的完整。七公分，八公分去了，从嘴巴这里也差不多八公分，宽的话也有五公分。这个东西都我舍不得卖啊。舍不得卖是吧？但是现在你这急需要钱啊。是啊。38.4克，这个是个骨质的骨头的是吧？骨头削的，一个。以前做那个，又是装鸦片的吧？因为要是千金小姐使用的那个化作活的话，它是比较器型是它的器型是比较大的，高大一点。这个应该还可以，对，一个可以三层打开的啊。对，里面还有那个蜘蛛那个丝枪的那些蜘蛛丝都在里面。这也是个老人家那里买的。也是老人家那里买出来的，这是梅花，
就是梅南、梅芳、南方、梅芳和南方。嗯，上面是人物的，而且这个它的，哎，这是应该是下蛊的，下蛊下制而成的，因为它那个里面的那个纹路很清晰。应该是装那个鸦片里颗粒的，六公分、七公分去了，六七公分，高应该是五公分多，是小巧玲珑的一个东西，做工还是很讲究的。看一下这个珠子，这个比较轻啊。不怎么成熟，这个应该是个蜜拉的啊，蜜拉的老珠子，给吊件上面取下来的，朝珠上面取下来的，24.9克，应该是一个当官的朝珠，应该是这样吊在身蜜那个胸前的一个朝珠，这样子呢，老板，这里我也不承认职位，价格还是由您说了算，如果愿意卖给我。不离谱的话，我肯定愿意收给你。现在也是有困难，好吧？这里我叫你师傅给我找一下价吧。我这里，你这里是一个是五件，五件的话，因为你也是那个在别人手上淘来的啊，淘来的话价格也肯定是不低的。那个时候很贵啊，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的根价又高一点，然后那个五完那时候行情呢都好。价格话高的话是正常的啊，你说一下这里这个五件要多少钱？你可价？这个现在，你一件一件来吧，没事，一件一件来。这个你觉得好多钱了哈？差不多两万了。以前买了两万，那现在的价格的话是最多我可能出这个4800块钱左右。那肯定的，现在你看我那压这么多货都基本上卖不出去，大家都是需要钱，而且也是年底了，差不多年关了，也需要钱，都是囤货，给你5000块钱，好吧？啊，对，好吧，但是加一点吧，还加一点，啊，这我亏了吧？亏了，是我跟你解释清楚了，因为这个受各方面的原因，受疫情也影响。然后我们这个古玩现在本来也是低谷时期，这个再说它的年代的话也只有大概六七十七八十年左右，七八十年的话价格也是不是很高，我跟您出5000块钱，看您觉得可以吧？这些呢？这个就1000好吧？5000、6000，这里1000好吧？7000加这个两件平均500块钱一件，就是一起8000块钱，这五件东西。如果您愿意卖给我，我就买了。而且如果以后你再收回去，你等你把那资金归拢了，或者可以收回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收你一分钱的那个，那个利息，好吧？那个我可以收回去是可以的，是可以是吧？因为也是您也是说的有道理，是要创业嘛，创业的话有拿去，就支援一下我们也是应该的啊。好吧，这里就一起8000块钱，5000、6000、7000，加这两件8000，好吧？好的。我扫微信给您。好的。八千啊，到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好吧？但是您需要，反正要回去，我都没有，暂时还是不卖你的，要的吧？如果您觉得到时候也可以告诉我，反正你不想要了，这些东西不想收了，你到时候也可以，我卖掉也可以啊。好的，要不我赚了钱还是会感谢你啊，好吧？感谢了啊，发财发财啊！好的，